我们德云社是懂怎么收买粉丝的，确实也挺抵制那黄牛炒票这个事、我们很不喜欢，是吗？啊，一直都呼吁这个不要买黄牛票，这座空半堂我们认可，我们真认，嗯，但是别买黄牛票。只有他们知道自家的粉丝是有分寸的。把路给让开一下，你把路让开，你把路让开。现在别吓唬他们，咱都注意安全。现在别吓唬他们，咱都注意安全。哎呦，下雨了，朋友们，都注意安全，别送了。秦霄贤哪怕被摸了屁股，依然选择满足粉丝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？点燃你这寂寞，这满意被失落，我并没有你想象的洒脱。试问谁能拒绝乖巧给你剥橘子的少爷？徐老师啊。不要皮，不要皮！关注啊！正常啊！多少呀？来两半啊！来两半啊！好了。场馆临时要求十点必须结束演出，岳云鹏哭着离场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请各位有序退场。找一个演员。多么爱舞台，剩十秒钟，就告诉我十点前必须下去。加油！小剧场人多，空调还不给力，他直接自掏腰包请全场吃雪糕。学姐的热吗？热。啊，学姐的热举手。能点上两台热，学姐热，那就算了。我说现在还是味儿。全场。又全场啊！赶快，你们都举手。都领着了，先领一。郭德纲学人找当年困难时期包场的观众，给他颁发德云社的终身金卡。最早的时候观众没有人看，最次的时候有一次就一个观众坐底下，我这么些年我也在找他，我说这最艰苦的时候后台好几十个人，底下就一个观众，我说我找着你，我送你一个终身的德云社的金卡，随时来看演出。张玉雷得知丫头们散场去吃海底捞，不但公价还到大堂挑战量。你们晚上吃什么去？想开我地老天堂需要多勇敢。小女孩独自看他不停的嘱咐。小宝贝儿，14岁上初中，上初是在北京上学吗？不是，是从外地来北京旅游的。你是跟姐姐妹妹还是妈妈一块来的？你自己来啊？你妈在哪儿啊？三场签名时得知妈妈来接彩安心。那小妹妹走了吗？14岁那个在这儿呢。她妈呢？在这儿呢。来了论成本，德云社老爷们是认真的，越只想来听他们相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忘记烦恼。头一排一个大姐，他们两个小刚才说相声，一整场差不多3个小时，他们一次都没有笑。第一排看得很清楚，但是那个始终没有笑，可能是有心事，对不对？省清最浪漫的事哈，二比差。老郭在台上正说着呢，发现台下有奶奶在拍照，直接停下来配合。这要是主流，又破坏艺术的完整性了。这个这奶奶来6趟了，这奶奶都真是厉害，这奶奶能说相声。哎呀，嘿，好。行，太行了，来就干这个，来的。那奶奶往前来，快来啊！哎，找一个好的，对对，来来，哎，好。不行，那个奶奶你挡这奶奶了，我往前站啊。超级走心版的求佛，二哥突然之间就不垮了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哎，就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你的一首求佛，就是对我的。人生更对，就是让真的是，所以我都特别想听现场版。特别想听现场版求佛。闭上眼。看见天堂，那是藏着你下的地方。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，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。郭德纲得知节目组交代粉丝不要搭茬聊天后，直接当众给大家撑腰。工作人员吓唬你们了啊？不许搭瞎茬是吧？别听他们的，没事，乖。相声不让乐，看戏不让叫好。听书不让搭茬，还有王法没有啊？芳芳完美诠释了剧场里的服务员不让录像是不让观众录，而是让演员亲自录。过来不让你录像了。
吃两口，该录录啊！那你拿过来了，我给你录。你比如说下面，等会儿，这个。咱继续。他们是只是管这个栏杆以下的事情，这个栏杆以上的事儿归队长管。你知道吗？队长管。洗洁口不让录像啊！嘴上说不要，但是身体很诚实啊！只要粉丝提出来的，通通满足。我让你猜吧，刘老根儿，我们是德云社好吗？刘老根儿，胡来了。刘老根儿，哎，刘老根儿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现在说相声越来越不好干了，不但要会的多，遇上观众老婆查岗，还得给解围。时髦少爷给观众分橘子的样子很难让人不爱。于老师啊，两句儿。不要皮，不要皮。真的啊，真差。多好呀！来两半啊。我是个宠粉，是认真的。老七，可以合影吗？来吧。有求必应的奶奶。老汉看琴谱看得好认真。想要听你唱这首歌，那时正好。拿着浪漫，还有在对你歌唱，爱浪的声音说着。你想听我就唱给你听。头一排那个大提琴，他们两个走上台，说相声，一整场差不多三个小时，大姐一次都没有笑。第一排看得很清楚，大姐这个始终没有笑，可能是有心事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想听最浪漫的事哈，唱给你，大姐，唱给你。老秦有多努力营业？没有两个。这么好的角怎么会不爱呢？第一时间呢，想唱给我的粉丝听。花车唱歌给你听。咿呀嘛更儿哩呀，月影儿照花台。大巴接粉丝参加活动，上车同粉丝互动合影。到了，赶紧进来吧。喜不喜欢这个？最想要和我们白月光说的是什么？疼爱你哟。对，你做暗号。这个，疼爱你哟。老远就闻到一股醋味。我也是呢。我也是。哎，我也爱你。好甜哦！从来不需要排练，就是那么默契。可以啊，那些老师都不跟儿。把不幸和中一切皆是你，一尘不染的风景关于你，是我心底的秘密。我想说，好可以重修用一段记忆。堂主真的太宠粉了。不辛苦，哎，这鞋不好。被问到最喜欢的粉丝称呼，我什么不吃饭，在什么都活着，你喜欢叫什么叫？当梦哥直播时，大家尽量不要刷礼物了啊，因为我们直播是人家是给我工资的啊、哦，我是有钱赚的，不要刷礼物。太充分了。所以我们的爱都是相互的。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我喜欢把我家现在应该是八个粉丝都是喜欢我，而且我可以保证每一本，哪怕里边会有一些指出问题的，我都会。
在德云社，所有的感情都是双向奔赴的。我结婚都是我师父给我拿的钱，师父只要您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下辈子他还是我师父，永不离开德云社，绝不退出。这就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结婚给钱，然后装修各方面都我师父掏，我一定要为他尽一辈子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一句师父，一师更一父。我们爷们儿之间很少会发一句师父您辛苦了，我们爱你啊。其实您什么也不缺，就需要我们这孩子坐在您身边陪您聊聊说说呀，笑笑。饼饼小饼小饼，嘿，我的小饼。不是亲父子，但在感情上胜似亲父子。我的目标就是在我师父过生日之前攒够买蟒的钱。小的时候看我师父他是这样，他现在站着手弯腰。我的人生巅峰就是跟我师父说这个成长过程，有没有？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如今徒弟大了，可以护着师娘了。我们会叫喊，我们会给您宣传，无论是舞台上还是家庭上，我们也成长起来了。您也可以尽情的唱。是还做中国人，不会有花家。师娘对这群孩子真的太好了。可以没有本事，也可以没有能耐，德云社养着你，郭德纲养着你，就你什么都不干，我可以让你过下去，但是你人性不能差。他对我们特别好，实际上我就没有内衣穿了，这我也管。他会说这句，这我也管。转过天来他就给你买。最难能可贵是我妈心肌梗塞，十来万，一二话没说都给你拿出来了。双向奔赴的爱情最有意义。我就不知道您肯定是领头的，不过天儿站着干去。咱就是说，稳走霸气啊！反过来就这样，开始说，你咋这么老实？你咋这么老实？这就是他们能火的原因。今天是好日子啊，三八妇女节，来吧，咱们甜甜蜜蜜吧，好不好？哎呦呦，永远会为这样真诚的感情动容。演出到此结束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有戏退场。还有七分钟啊，我答应你们，一定会带到最后一分钟，一定会带到最后一分钟。别吓唬他们，咱都注意安全。哎呦，下雨了，朋友们都注意安全，别送了。刘华真的很宠老秦这个傻弟弟。我是你的故人，不是故事里的人。你是我的敌人，敌不过时间的人。在清晨或黄昏时刻，背对背离分，成为旧人。音乐两位老师也太好磕了。刘华。您可以了，哎呦！哎，岳老师，我师的爱永远是双向奔赴的。二爷知道粉丝去吃海底捞，于是颁奖后直接空降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去啊？在三景园吃饭，担心丫头们等太久，特地出来劝大家回去。各位，天太冷了，各位回去吧。各位，听我说，天太冷了。今儿我们不走，为什么呢？我就实话跟你说啊，我们在楼上吃饭，要吃完了之后还不定几点了，大家太晚了，先生就，对，我怕你们等，我出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一声，怕你们等啊。到了吗？近点，快回家吧啊！天津德云社开业时，演员们一一跟没抢到票的粉丝见面。我心脏有五十张在中央，对你变心一点那又怎样，大不了收敛过往，做一副缓缓假象，而你却从未离开过我的余光眼光。为在外等待的粉丝分发矿泉水。我那是爱满天星光，不如看他发呆。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，
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。有男默默的为合照粉丝贴心打灯。得知十四岁小女孩自己来听相声，是分姐姐妹还是妈妈一块来的？我来的，我妈妈。你自己来的啊？我妈妈哪儿啊？我妈妈说到哪儿来都会接我。哦，我天哪，那还行，注意点啊！你现在十四岁，敢自己跑，不行，以后不能这样了。直到听说家人来接了，她才放心。小妹妹走了，十四岁那个在这儿呢。他妈呢？在这儿呢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啊！亲戚口不让录像，芳芳夺过手机开始录视频。这个栏杆以下的事情，这个栏杆以上的事归对方管。亲戚口不让录像啊！后来服务员就真的没有管过大家录像了。好。因为这个观众和演员们，咱们人多，他们人少，人少干不了。王鑫真的很信任他的白月光，掉下去的那一刻没有丝毫的犹豫。孟哥担心不一定好粉丝。因为爱他，所以懂得爱屋及乌。哎，这都很不容易，护栏啊，还有什么后防线、送吃的呀。这是替他尽一份心。众所周知，我社的粉丝是双向奔赴。今天是好日子啊，三八妇女节，来吧，咱们甜甜蜜蜜吧，好不好？哎呦呦，咱就是说软对好 A。法国人这样还是？你把路让开，你把路让开。那么好的角怎么会不爱呢？演出到此结束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有戏退场。还有七分钟啊！我答应你们，一定会带到最后一分钟，一定会带到最后一分钟。兄弟们啊！现在别吓唬他们，咱都注意安全。现在别吓唬他们，咱都注意安全。哎呦，下雨了，朋友们都注意安全，别送了。只有足够信任，才敢奋不顾身。我爱你就像风做的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的落日。你想听我就唱给你听。头一排一个大姐，他们两个早上台，说相声嘛，一整场差不多三个小时，大姐一次都没有笑。第一排看得很清楚，大姐就始终没有笑，可能是有心事，对不对？啊，想听最浪漫的事哈，唱给你，唱给你，就是九段的细节。永清，这就是爱屋及乌的最高境界吧？为什么要准备吃的？爱谁？为什么爱孟鹤堂要把这个给所有的人吃？这是替他尽一份心。粉丝的心意，角儿怎么会不知道？粉丝也都很不容易，后援啊、组织啊，还有什么后台送吃的呀、什么什么的。面对曾经困难时期唯一的一位观众，郭老师对此十分感恩。我说当初那个观众，我说您在哪儿？你还记得不记得？要给他发票。你如果说能听到这节目或者看到我说这句话，我请你找我一趟来。那会儿你是我们一个见证人，我特意因为这个事情，我做了一批德云社的金卡。如果当年呢那位观众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们还是愿意送上一张德云社的终身免费的金卡，随时欢迎您到德云社来看演出。有些人远比你想象的要温柔。跟姐姐妹妹还是妈妈一块来的？我自己来的，我妈妈在哪儿？你自己来的啊？你妈妈在哪儿呢？我妈妈说到点来就接我。哦，那还行，注意点啊！你看现在跑十四岁敢自己跑，不行，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你旁边那几个，那个谁？
快点妹妹，听到没有？快点妹妹。台上疯癫张九南，台下柔情张倩瑜。愿看的月色因你相赠与你。南城时代终究会到来的。愿看的月色因你相赠。我社的教养刻在骨子里的。我在红尘等你，人间等你，手繁花却热爱冷静，心沉入怀，前尘归。我社老爷们是懂怎么收买粉丝的。是吗？是，请你们拿吧，拿谁吃谁拿，谁吃谁拿，拿吧，没事。这么卖的也行，这都快给拿。没事，快快快，哥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快！算一下数啊，你记点数啊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吃吧吃吧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拿拿拿。就是这是拿三斤，我决定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二哥自己都舍不得吃草莓的糖葫芦，对粉丝却大方掏腰包。能吃点草莓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二哥都不舍得吃草莓。观众一句热，小月自掏腰包为全场300多人买冰棍。再问你们一句，热不热？热。这会儿还其实不是喝水，我是个菜鸟，我这会儿还想试一下，我说能不能请大伙吃会儿？啊，多少份啊？全场。又全场？这冰棍都领着了吗？先问一句。没有。快快快，咱们再唱。拿着呀，谢谢谢谢。看你看，我们在台上有这么一个规定，必须喝水，不允许吃东西。对，就不允许。录节目恰好赶上三八节，郭德纲给观众带糖葫芦花束。今天是好日子啊，三八妇女节啊，来吧，咱们甜甜蜜蜜吧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来，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，哎呦呦嚯，这有手快的，好好好，来往外抻啊，还有半根的，你看看啊，哎呦呦，拿都是你们的，我不吃了，我谢谢您各位，好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哥，对，这他们剩下的，兄弟，这还有花呢啊，给后头的，谁能拒绝一个给观众剥橘子吃的少爷呢？郭德纲，我的粉丝我说了算。有人员吓唬你们了啊！不许打下针，是吧？热情派。这首我要唱的送大家离开这个剧场，谢谢。真的超级不想走，再放一遍。粉丝问老秦什么时候回小园子演出，他回答今天吧。老秦，我想问你什么时候回小园子看你演出。回小园子呀？对，我们想看你演出啊。今天吧。到了晚上他真的去了，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用行动宠粉的小白，观众点啥就唱啥。想听大